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学界礼敬发愿记，悉受礼诸佛，极法贤甚深。我今学毗尼净极法常住，佛陀两足尊等留大悲心，随至木叉法为三乘坐机，达摩离欲尊法尔常如是，佛行学毗尼为经法九足，身结众中尊是离两合合，法界清净床为众生明灯，佛住涅槃后莫为我无师，住持自他力，戒地为第一，三学戒为首，菩提律作基，戒律若不存，当处法随灭，佛智具足戒，通遍有十义，甚深令欢喜，安乐死会信，增长并调伏，安住亦断除，显前当来漏，使正法久住，若不学此戒，世界皆暗明，是他无以立，佛法速衰亡。我今净毗尼随学而力行，称护如木珠，亦如牛爱尾，净慧生安慰，永却有进退，过现所违犯，求哀勤忏悔，清净身心喜，发愿四弘护，以此为资粮，进趋佛菩提。佛赞称道，我今亦如是，随行毗尼教，其实为佛道，续佛十日遥，戒轮行将昏，我今此衰相，奋勇立誓愿，日轮宛作镜，大海亦为盆，照我忠义胆，欲我孤存魂，求死心不悔，诚结愿长存，愿佛垂加护，令我菩提成。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我们翻开《沙弥律仪要略集注》29页，我们呢上一次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佛物、法物、生物啊，佛物当分呢啊，可护不可护，还有分佛物分四种，所谓佛受用物、属佛物、供养物，还有现佛物，法物也是法受用物、属法物、供养物，还有现法物。所谓属法物、供养物跟现法物啊，这三种当分可护，当分可护。那么，但是前一种法受用物或佛受用物，当分亦不可误，永为圣，成为圣相，那么永为圣相。那么法身无体啊，那么以这个相为体。那么你既然这个相貌已经建设起来了，就不能再更易改动。乃至于像佛龛这种柱子啊什么的，那只能让它在那里烂啊。我不晓得这是要怎么处理，只是说律上是这么说的。我理论我就必须要坦白告诉各位啊，你怪我，那个法师这么讲啊，我以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照律上我是在告诉你是这么个回事的啊，是这样子的啊。关于那个烧经典的问题呢？五百问是说不可烧的，是确定是不可烧的，乃至于说这是犯众。那么这个我们或许有人可以不相信，就好像有人不相信说犯突厥罗罪是下地狱多久多久，那是唬人的，那种经可能是有问题，我不知道。反正但是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他是真的，我以后怎么翻本呢？是不是这样的？那除非我上天上去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这是佛为佛所制啊，这个是弥树皮的弥勒菩萨能够解决我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只能说，我告诉你是这样子。好，那么信
不信有你，只能这样说了哦。戒律上，就是有时候戒律不能随便到去哪个地方讲，你到哪个道场去讲的话，人家好像啊，我完了，我完了，我口口饭。是啊，照律上说是口口饭，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南普陀如果去出去哪里给人家做点仪式，不是赶金忏，做仪式，比如说现在长老往生，像昨天长老往生，对不对？不是往生了，就土毗啊，土毗的话就一总是南普陀总不能不去吧？老和尚，我们和尚不能去，我们总不能不去，是吧？啊，去了啊，去了，你说人家吃饭都十二点吃饭了，那你怎么办？你要求人家，人家也面起难堪。对，你不要求人家，你自己在便当。可是，在那种场合，你人家边做仪式的，在唱祭文，你在吃便当嘛，你不能看，那只能怎么办？是什么？两种办法嘛。那一天你不要吃，对不对？阿沙利，你不要吃，是不是熬到底？那不然就怎么样？早点离开，那早点离开呀！你来了，你就早点离开，那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如果除非是你自己忍你自己的肚子不吃啊，不然你就早点离开。早点离开会不会跟人家讲话？你可以不顾虑那么多。不好，去跟他叫腰。是就消化掉，不还是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说要去之前吃？可是不行，要赶路。赶路去到那一个小时，回来又要一个小时，要赶回来吃。那在外头吃是不是方便？哎呀，这是。哎，好难哦，是吧？可是没有什么好不难的，白纸写黑字，过午而食就是不可以，你没有其他理由啊，犯了就是某罪啊，某罪就是下地狱多久，你信不信由你，就这样而已。所以说这种事情你不用怨叹，你是修道人，修道人就好像你怨叹这个，就好像你怨叹说我是比丘，我是一个修道人，为什么要理光头？天气好冷哦，我好难过。你怨叹这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好像怨叹这个一样嘛。啊，女人出了家了，怨叹我佛陀为什么要自八净法？为什么这样？不道没道理。那不然你不要出家嘛？你最好不要出家，不要出家你还有好多男朋友呢，对你打工作揖。你不然你去好了嘛？这没什么好怨叹的，白纸黑字。各位懂意思吗？你们昨天是不是这样子意思啊？昨天去托钵，你们昨天在托钵上作秀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一堆人跪在那儿，那么那去到哪了，带一堆东西回来，我的天哪，哪有这种托法的？啊，我问说，哎，这哪个居士送那么多？他说哪里是送那么多，托回来了，我都托回来了，这么多，那么的。像这样子，像这样也是台湾的居士啊，也是难得遇到的这种机缘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但是事实上佛智托钵是要你天天要去忍受这一些乏人众生人啊，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是这样子啊，是这样的。他佛陀并不强调那个躲避的逃避的方法啊，那么是随时要面对遇境的时候随时要小心。其实那种托钵的行为就是一件考验啊，欲境欲两种欲嘛，口欲跟什么性欲两种而已，食色性也完全一样，就是两种事情而已。你看看送食的男人哪里会是男人嘛？十个有九个半，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小孩，十个有九个半是女人来受供，是来送供的，是不是？是不是煮饭菜的？那是自古以来就是女人在那煮的，所以那不是欲境吗？老在人干得好吃，那么好吃，那就有升起那食欲，就是这两个东西。所以佛陀要你每天面对这两个东西，托钵就这个意思。不托钵叫做放逸，在声闻佛法上面，不托钵就是放逸。所以只有生病老的人才可以准于放逸。你想想看，所以说佛陀并没有说眼不见为净，不要看女人，也并没有这样子，就是。看与不看在你那个心要抓住，就是谁每天要面对这个境界。然后昨天怎么样子呢？关于这件事情，你们昨天回来有没有检讨一下静坐思维到底昨天起的什么念头，有没有如理作意？有长短稀烈的啊，那很累还是怎么心情怎么？所以总而言之，像这一些的戒律上，有同学在反映，哎呀，这个道戒好难哦，这怎么做事情？我这样子我就什么事情不能做了。是啊，我跟你曾经一样，我跟你曾经，而且现在也一样，觉得是很麻烦，没有错。
可是请你要重新回过头来说，佛陀就是在念念之间什么样子啊，要设防我们的心。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已经走兽了呀，可以使用这件事情，长在今天来讲，就是说可以自由使用，是不是这意思啊？可是其实佛陀的本意是什么？本意是要我们本来是一坐时，乃至日中是一时，而且还一坐时，不，更严格的是一团时，一日一团时，一团知道吗？就凑，就是要一团呢、啊，一团时。我问你啊，你敢会吧？是啊，那这样就违背了佛陀本来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啊？他本来意思就是你一天当中，你只能想吃一遍事情，一次，你只能吃这么一次，而且还不能吃太多，就是一团。他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因为以淫欲正性命，可是呢，淫欲又依什么食欲来滋长。那么呢，这随着食色两者能够控制的话，你身心得清安。所以说净不是说好啊，说净了哦就行啊，大干一场，这样子完全跟佛智的本意是不相干的。佛陀治这些，无非是念念之间要你离欲。那你要本这个意思的话，你才能更真上。不然不过是什么借法违法这样子。那法师你这样叫我们没办法活下去了，对不起，我没这个意思，我跟你们一样干，是不是？我一样我肚子饿我也想吃东西，可是本意必须告诉大家，我们不是说抹煞这个本意，然后呢啊，就你就这样就对了吧，就可以吃了吧，那不过这样也不行，这样违背我们该教导的，我们做得来做不来那另外一回事，可是佛的本意就是这样，就是随时动心忍性，你都要防范一切的欲望的升起。所以说净的意思应该是啊，我要吃东西，想要动的时候说、我不能随便，因为还没说净。这个意思是告诉你说，我不能够那么随便的想要追寻自己的欲望，伸手就去动。他的本意是这样啊。那么说净的话，就是要对一个人说净有点尴尬，因为吃东西总是意味着我肚子在起烦恼。好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控制了，吃两块巧克力跟吃20块巧克力之间的差别，干嘛？你一下子剩一坨巧克力放在你房间里慢慢干，你可能要不好意思对啊，这个净财师这么瘦吧？那好吧，拿两块跟他瘦，大概他不会笑我。哎，叫做怕他帮你来治疗这个什么食欲，受尽的本意是这样。受尽的本意是这样，可是慢慢开，开到今天，就是说，最起码你不能够想到吃就吃，还得要问一下受过净没有。好，受过净了，好，大干一场，这样子那也没饭。好，最起码是说的开源开到剩下这样，可是这样的话，真的你要去大干一场，好也罢了。可是总至少你要起点惭愧吧，好不好？可以吧？大干一场没关系，那至少你总得起点惭愧吧？啊，是说尽了可以大干一场了，不过还是要起点惭愧吧。那么这样总可以吧？那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说尽意义完全失去了嘛？是不是这样的？你去说尽，说尽，那个把赵氏去说尽一下。好，说完了，冲啊！这样的没意义了，对不对？这样懂意思吧？所以律上举一反三，以后一切的东西都是这样，所以不要起烦恼。律绝对是帮助我们的 ，OK， 绝对帮助我。还有一个事情，也是很奇怪的。不，这个事情我从出受戒以来，我这条威仪戒守得非常好，我可以跟各位保证。那就是说，不是大小便，是半夜洗浴。我天生就很懒得洗澡的人，所以半夜洗浴，常常我是上一次洗澡到这一次洗澡的时候，记不起来已经经过多久了。那个毛巾已经晾到干到发硬到怎么样，像木头一样了，想不起来。我记得已经剃过两次头了，还没洗过澡。这样，那两次头是多久呢？我也是遵照佛制，是吧？半月剃一次头，我不是见酒剃，我半月剃。为什么呢？佛陀要我们剃头，当然剃除法须。可是现在又颠倒，很多女人老爱剃头，每9天就要剃一次头。为什么？亮啊，庄严呢、啊？
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庄严，你看发亮啊。那么其实我也是逗逗那些某些老比丘、某些比丘。哎呦，你好有修哦！你看看，哇，头都放光哎。他嘴巴讲是说、啊、没有了，没有了，他很受用，你懂意思吗？你们讲，这也是一种庄严。你把头剃得发亮，也是一种庄严。所以以前带佛学院还有女众的时候，他们每到见酒就迫不及待去剃头。然后我就说火大了，我就骂，我说。你中午就给我剃，你糟糕！你下次给我剃，我叫你把头发种回去。你不要剃，那下午才可以给我剃。他每次迫不及待要赶快剃头，那发亮，好好啊，那也是一种欲望。你仔细观察那个心态，所以我也不可以。那为什么半夜半夜洗浴呢？有人也说、啊、半夜半夜洗浴，我什么？我辛辛苦阿扎拉萨。理论上说，修天台忏法要一天洗三次。那他又太累了，可是呢，反过来说，又有人很喜欢洗澡，身见，身见重，你要常常观想，不洗又怎么样嘛？你这样观想看看，所以说，佛陀一方面要我们洗澡来治病，二方面又不准要你太常常洗澡干嘛？放逸啊，借洗澡放逸。所以这你看看，佛陀治这个戒的时候，又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太那样，这些都要了解佛陀治戒的本意。这种本意不是打高空，说哎呀修心就对了啦，这个是什么什么，我们不要随便这样打高空。确实是修心，可是人家修心的意思是什么？太多是为了怕你太多会怎么样，那太少又不可以怎么样，这两者之间哦，抓一个平衡点。因此你自己心态就知道了。如果关于洗澡，你要风时来时、雨时、远行来时都可以洗，乃至一滴雨滴到都可以洗澡。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很开的，可是为什么很开？可是为什么本来不开？人家的本意你要知道，本来是没有关于风时雨时什么的都没有要求这些，乃至于他只一下就定下来十五天，那为什么？其实当时的比丘天天要托钵，天天都有走路的，天天都有尘埃的，为什么他当时会这样子要求？举凡这样子都是在戒律的字的本意当中，你要去理解，深刻去理解。关于这些同学，所以说啊，讲到道戒，有同学跟我讲说：“哎，这不是很难守吗？”我承认他确实在今天这种环境很难很难。可是我告诉各位是，我们即使感觉很难，应该还是自己去惭愧忏悔。环境不如法，或者是身心提不起那种精神来，那是我们自己的障碍。佛陀自戒的本怀，一定有他深深的呵护的意义在的。我们应该要了解老父亲给我们的帮助是什么，用心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再来理解他的可行跟不可行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接受现在的不方便。各位这样了解吗？各位这样了解吗？我初学，我也在初学，初学做的小便。初学做的小便，初学做小便就很烦呢、啊。为什么？因为冬天初学做小便，好几层衣服啊，又要一层一层塞进去，那好烦。可是我在做一想，那么女人怎么办？对呀、啊，那我为什么这样一个大比丘，就为了这个事情也这么起烦恼？叭叭叭叭叭。可是有时候是有时候赶事情啊，赶了要上课啊，赶了出门啊，赶了什么，就会起烦恼。又要做了小便，又要做小便，那我就觉得，你起什么烦恼啊？笨蛋，你是你自己要的，没有谁要你这样，不然你就犯戒好吗？好，呵斥自己玩，好吧，好吧，做了小便吧，是这样子。那么几次就慢慢的就形成，是吧？少分的习惯。可是有时候到飞机场去啊，也会偷懒，算了啦，那一大堆东西自己去飞机场啊。那么等待飞机，你一堆东西你又不能带进去。那放在外头没人帮你看，那么等我出来什么都丢了也不行，我怎么办？好吧，站着小便快一点。那么那时候站着小便出来说，真舒服，好快，也会起这种放逸的想法，是不是？这些都是在念念之间会被观察到的。那么自然起放逸，我就知道，哎呀，法藏啊，你还是没有安忍于这件事情，匆匆忙忙啊，什么那个行为不详序嘛，是吧？像举凡这一类都在念念之间帮助我们作意自我观察，你不觉得吗？各位同学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在戒律这部分我只有惭愧，我并不感觉他麻烦我，我个人是这样想，我不晓得你们是什么想法，我个人是这样想法。所以面对那持戒精严的长老大德法师，我只有感觉自惭形秽啊，我并不觉得说他们怪怪的，
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这种感觉。好，这点是我自己学习的经验告诉各位。所以关于这个道戒这件事情，请因为当时室友同学跟我起一样的这种感觉跟烦恼，那我今天再次的告诉各位，用这种你试着把握这样的心情去体会老父亲的慈悲，而不要用烦恼心来看佛所制的戒。什么叫烦恼心呢？很简单，你们都做个小孩子，当你想要去外面跟人家钓鱼或者去游泳，你妈妈说不可以啊，这个那外面这个什么什么，外面现在流行那个角膜炎，不要去游泳什么。你反应什么？你是什么反应？好，妈妈，我不去，我做乖儿子。你是这样反应吗？少骗人了啦！你哪里是这样反应？你的脸拉下来，对不对？我一定要去了，怎么样？然后出去的时候，顺便还把门用力一甩，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大部分是这样子？我们不就今天面对佛的戒律，不就是如此吗？是不是？是不是？可是到底谁对？是妈妈对还是你对？妈妈对。可是小孩啊，得了角膜炎时候才知道，得了角膜炎时候才知道，是啊。可是我们难忍得下来，有没有？那就叫烦恼心。小孩子的时候起烦恼心就是耍脾气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一定要去嘛。然后妈妈就冒烟，你也冒烟，然后两个人都冒烟，然后就去了。那是小孩子。可是现在我们不是，我们都大人了，我们还要人天吃饭呢、啊，不是人天吃饭呢、啊，是不是？我们的人天吃饭，昨天还受人家供养，结果我们回到自己家门来，却对了老菩萨，对了我们自己的老父亲耍脾气。啊！你买啊！你好啰嗦啦！那棒子的溜用起来都好啊！你这你不中了，你都是对老辈啊那嘛。所以你那也是烦恼心，是不是同一个？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同一个？所以你就恶向胆边生，把门一甩，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戒律这样子，五百问是假人骗人的，哪有说那犯一条就下地狱多久？下就下嘛，意思就是说我得角膜炎就得角膜炎嘛，怎么样？得角膜炎也要去游泳。那小孩子可以这样，我们大人能这样子吗？比丘了耶，对不对？动辄都说我是比丘，我是七众之首，我应该受恭敬供养，是不是啊？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骂我？你动辄就这么这样子，我是比丘，可是你真的扛得下比丘那种心吗？各位大德，所以不要老想要你的利益，你想想看你扛多少。所以啊，从今而后，请记得我的话。学戒律的时候，不要让你的烦恼心转了。哎呦，我是要怎么续我？我要昏去，我不要这种想法。啊，我害啊，我较早呢，啊，正义，我害啊啦，我甲佛感弄一个安尼，我要安怎落好？袂要紧，较早他都得角膜炎啦，今嘛唔通阁得啊，今嘛跟外有哥。要这样的心情。我觉得你如果愿意接受这样的心情，你一辈子有希望，是不是？你做真佛子嘛？我没有说你会持戒精严哦，但是起码你是真佛子。你讲是要听老母的话，有时啊难免脾气搁牙开，搁你反反的安尼，啊，紧来忏悔。你是真孝子，各位同学是不是这样？所以不要轻易的讲大话。哎呀，佛法自戒，自戒是自心什么？我刚刚不知道自心。一块嘴两支皮而已啦，大家都要讲啦，自心大家也都在讲，问题我们自心为无量劫以来自到现在啦，还在流转，还在留校查看，你多会自心，我干嘛讲自心，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怎么自呢？所以各位同学，不要轻易的就把那种大话拿在嘴边讲，那个话一定要讲，可是什么样？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先问问咱们自己有没有懂得佛陀自戒的那个意思。我们当我们在讲这个话了，可能正是用烦恼心来讲大话，而不是真实的孝顺心。所以孝民为戒，孝顺老爸老妈，孝顺我们的父亲，我们真正法身的父亲。各位，我这样子体会，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很坦诚的告诉各位这样，我很坦诚的告诉各位。他就是这样。其实说实在话，虽然课上的不多了，对你们上的也不多，进度也很慢。可是我对你们是很真诚的一种期盼，你们能够这样子接受戒律，作为一个真正的孝子，
那么往后有更多的大德来教导你们，有更在教内有真正有修有行的人的大德，你们去依附依止他的时候，你们用这种心情去依止，就不会在表面上面想要说我是律师，我受供养，而不是这样，而是你真实的把它当作是你生死的事，是你孝顺父母的事，是你肉上，是你身上一块肉，戒律是你身上的一块肉。如果犯了，你会惊恐，你会惊悚，你内心你都会恐惧，你自然的会这样子，你会自然的不愿意，乃至最维系的，你那是自然。这样了解吗？因为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如果用半年的时间还不能建立大家这样子的心情，那我真的是我们失败了。而且自从你们昨天去托钵之后，我昨天这样的感觉，看着这空荡荡的房子，我实在是有点不忍。跟他们讲，哎，半年之后就是这样子，无常来了。那个时候到底你们带回去多少？而那个时候我能不能承担你们离开之后的那种别离之苦呢？你一定觉得我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因为法的相见不容易啊，法的相见不容易。那么坦诚的交互法的真相，那尤其是不容易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你们最后不能把这样的法义得到内心里的，而只是学了戒的真上烦恼，而不是真上戒学，那不我们真的是大过失啊。这样各位了解吗？好，关于讲戒律这样子我们谈到这，接下来佛悟法悟知道了，而生悟更是有意思。所谓常住悟跟现前悟，那么常住悟又分两类，什么可分不可分，以所谓的可分不可分的谓之常住常住物，那么呢可分分的呢叫做什么呢？十方常住物。那么现前物就是现前即失，叫做现前物。现前物又分什么呢？又以对象的广跟窄而分现前现前物跟十方现前物。那个是不是很好记忆啊？是不是很好记忆啊？首先分什么样子啊？是即失的还是处所永定的？处所永定的，那不失出去，那么就是常住物啊，是这样。那么这各个物都不可护，生物都不可护，它的本质、它的用心，人家供养的用心是特定的、特定的啊。常住物就是常住，彼此之间事物不能互护。哎，佛物的事物也不能互，是吧？佛物有事有事类，也互相不能互哦，是吧？我说能护的是佛物的第二类、三类、四类。当分佛物可护，是吧？生物呢？生物甚至于当分生物都不一定可护。你比如说常住里头的米很多，米是属于什么物？十方常住还是常住？对啦，煮出来的饭是怎么样？对，那如果煮出来饭吃剩下又回净厨，那又变什么？又是常住，哎，是的，这些要弄清楚。那么好了，假设现在十方的米，净地里头的米，那是实常住，那么多，哎呀，米那么多，我们放换油吧，可不可以啊？可以，合身才可以，不然你不能随便护。我们讲可不可护，就是你不合身绝对不可以，合身了就可以。更何况拿到别的寺庙去，那就甭说了，那绝对是不可以，也是要合身才可。和身懂吗？就做单白，大家都和。应该是，如果和身理论上说做二白二的，应该是白二，不然有人家出口拒绝的话，他才有机会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拆的时候可以用单白，拆一个人负责。那么，但是这种事有人可以举反对意见，起码要白二，是吧？白二，所以有必要被有意义的，这就是就一定要白二的，就是做单白结膜。让人家不忍的人说，是不是这样的？你不能只单白，哎，这个东西我们就送给隔壁了哈。哎，有人反对啊，你都没征求他意见，那不合，这是不合身，是吧？像这种情形就是要白二的。好，那么这样了解了，所以说这个生物也了解了。我们当时讲了信思物、一切物也都讲了，是不是啊？还讲了什么《方等经》华具菩萨所说的什么呢？到十方物、十方生物的时候呢，他不能救。讲，然后再讲到什么真注里头的唐朝分州起伏，这个讲了没有？这个也讲了，是吧？那么就换句话，这一段完全讲完了。
啊，这一段文讲大众生世世供养等亦不得户，如身中有衣财而无食粮啊，须挪用衣财以济稻粮食，必须白种人可方得动用，事后难救仍旧补还不明犯道。对，食物是常住常住，到底衣服算是什么物？如果是信施信徒来集施的，当然是属于现钱物，是吧？可是多出来的，那当然它是什么？常住常住物。所以我们一般讲盗取常住物，也算包括盗取这种为常住所共同守护的什么呢？衣服种种之类，包括这些东西，包括这些东西啊，都是处所永定，在我们南普陀用的这麦克风、桌子，一切的物品都是常住常住物了。换句话，盗这一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什么？都是极大的重罪。因为常住对食是对这个有守护主就没有说逆罪了，没有说不可救了。如果 有守护主的话，是我守护失职，你对我，你偷我的话是对我失职，我是失职，那你对我结重罪，是这样子。他那这样的话，对一单独一个人结重罪，那就因为那我呢？我对你们是我对失职，这失职的问题，我对你们没有道心，我替你们守护这个，我替你们守护这个，我失职没有守护好，或者实在什么因缘呢，就这样被偷了，被偷了，他要对我结罪，他对我是守护，我得负责赔偿，我是守护的人，是这样子的啊，这件要分清楚。好。这些都清楚了，接下来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或夺取，或窃取，或诈取，乃至偷税冒度等，皆为偷盗。我们来顺这个文三十页，犯盗的手段颇多，约略来说有夺取，所谓的夺取就是强横抢夺，又名劫取。那么第二个是窃取，世人不知而偷窃。那么再来诈取，用诡诈的方法骗取，换句话说，做假药骗人家东西，或者这个东西你要跟人家换，以贱换贵的东西，然后你骗他说这个是很贵的，这是又妄语又诈，所以诈取是很麻烦的，是又妄又盗的哈，是这样子的。再来乃至是什么呢？超越之时，举前后以明中间，即什么要挟而取、挟取、讹取，讹就骗他，诈是诈也是骗他，讹是什么呢？讹就是弄错，就是说混乱，让他迷糊而失去，啊，这也是诈的，有个诈的更明显的这种语言呢。那讹的话，就是让他，比如说我把这个两件衣服都一样的好衣服哈，可是表面看起来是好，都一样，可是怎么样？哎，质量差很多。那么表面都完全一样，那么就把混乱了，那么掉包了，像这是讹。懂吗？那诈是面对面的，什么用骗的，那就是诈了。这是所以说，这总而言之就是这非法贪取的手段，对不对？再来呢，抵慢，干妈骂，哦，骂他，骂他，呵斥他，像这样子啊，移标占界就很容易理解，是吧？我的寺庙墙只到这些，我多建一点点呢，把那墙都建过去了。啊，人家要来砍你的墙，你又不答应，是不是移标占界？乃至于怎么样？乃至于怎么样？那个房子哈，盖，你在下面的时候是，你在下面的时候是按照你的地标盖，盖到上面的时候吐出去，你知道？哦，比如说那个什么，弄一个铁皮延伸出去，延伸到别人的地标之上的，那你就是犯偷空间的罪。还有啊，理论上说哈，在家人最容易犯，有没有？那个房子。防火墙或者防火巷，后面的是防火巷，前面的是什么？走廊、骑楼，有没有？他把人家围起来，哦，围车啊咪哦，围啥了？或者停车子，有没有让人家不能走？人家那个骑楼的意思就是让行人走的，让行人走。现在不是这样子。我尤其我常笑，我说女人的衣柜永远少一件衣服，台湾人的那台湾人的房子永远少一间。他就买了新房子，也来敲敲打打啦，把厨房敲掉，后面的防火巷再伸出去，再建一间屋顶呢，再搭一间违章，这样他才爽快。台湾人的房子永远是这样，你信不信？永远是这样，到处观察都如此。所以这些都属于犯盗。干嘛？国家的标准，防火巷是为了什么样？房子让房子间有隔一条防火，才不会互相烧过来烧过去。乃至于救火员才能够，万一人家屋子背后烧，救火员才能够到防火巷那边去喷火，是吧？这些是为了公共安全，
所以国家规定如是，那么你不干，你违背国家安全，你这件事已经违背了，再来一个违背什么盗窃的行为，所以这违背两样啊，违背国家的安全是老百姓有犯诛杀之嫌，过失杀人之嫌，违背国家法令是怎么样，犯国家法令的菩萨戒，乃至于盗戒是根本犯。哦，你看看这多了啊，这有多少犯，是不是像这样子的在家人呢，就是要很小心这种事情的，不要干这种事。那么出家人也一样啊，出家人有买金色也是这么干的，很多啊。那么这个是这样子的，好，这叫做仪表暂戒，记录不还，这不还不是忘失，忘失不节重啊，忘失不还，那作意不还了啊，我借了我就不还了。可是有一个事情是很怪的，那么出家人互相借钱的，万一有借那个法财，说他借给你，他作意他就不想要你还了。那这就不一定犯重，你知道，再反你忘记我，你这就也那是因为施主已经没有施意了，那又不同，他就算是给你了，又不一样，又不一样。还记不记得那个公案？有个禅师有没有家无账，那个寝室里没有账物，可是有个小偷来，有没有？这个修人修道人已经很成，已经有神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小偷来了。小偷来，他继续睡，你知道？那小偷很紧张啊，咔咔到处翻了，翻了呢。哎呀，好笨啊，我都找不到，你怎么会找得到？就跟那个小偷讲，是这样。小偷就火了，就说：“啊，那你把钱给我，是这样。”他就恐吓他，恐吓他，算了吧，好，给他一点钱，给他钱，他就很满意，就出门。出门的时候就，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跟人家拿钱不说声谢谢啊？他说：“好，谢谢。”他就出去了。没三天被抓到了，抓到了官府就要治罪嘛。那么要找那个施主来，这个出家人就过去跟他讲啊，你们说他有偷我？没有，他没偷我。为什么他没偷你？他不是这个钱不是你的吗？是这样没有说他招供了没有啊？我叫他谢谢我了，有没有啊？对，我谢谢他了。好，这个小偷这样子之后就被关了一阵子，出来之后就跟他出家，跟这个和尚出家了。你说这个和尚真了不起，又有道行，又有神通，又慈悲。还好当时跟他讲要他谢谢，要没谢谢的话我完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有谢谢表示他跟我要，我同意他拿的。你看看这真的是很有道心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修道德才能感化这个一个小偷，是吧？那像这样子的不是正犯啊，因为他就把东西给你了嘛，是这样。好，可是你有道心，你是有道心的，好，也做他人物想的，是这样子的。可是他已经舍了，这又不是正犯。那么呢，举凡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偷税？再来是偷税了，偷税啊，诉说难尽。接着偷税，偷税就逃漏税，包括什么汽车牌照税啦、汽油税啦，什么什么一切税。还有人怎么样？有人就把车子的牌子，我在埔里住久了，我都很清楚，把牌子拔掉，然后写个农用，他继续到处开，是这样子。那么警察看到了也没那个也没辙。其实这样子呢，还是有犯，你知道吗？所谓的汽油税、牌照税、污染税，那是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说，你开车，你就会损害道路，你损害道路，我就要收你的汽车税、牌照税来补这个道路。换句话说，如果你有开，你就有损，有损你就得赔偿，你不赔偿就是盗。那不管国家管不管你、抓不抓你，你写了两个农用一样的，一样的。你有开那个路，你就损路，损路抽那个税就是要来补路。结果你不补，有用而不补，那不是犯道吗？啊？哎，对，又加妄语一样，是不是？所以你看，借的人家那个道的用心是这么细密啊。曾经，我在住山的时候呢，到中寮去盖一片，盖几间茅棚。那么呢，那个铁工厂的人呢，从伊拉克。进了很多什么伊拉克战争用的那吉普车，哦，那个有够厉害，那45度照样爬上去，那个用沙拉油都能骑都能开，有厉害哦，沙拉油都战争的时候你没汽油怎么办？用沙拉油吧，加个什么东西它就能开了，你看有够厉害啊。一台吉普车哈，从车子后面到前面的那个什么那个引擎盖啊，都能坐人。我们那一台哈，刚好遇到台风，你知道，后面牵的那么铁皮屋的那个材料，前面坐的三个四个比
四个比丘，又住四个坐四个工人，一台吉普车叠起来四个工人，八个人呢，后面又有铁皮屋这样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在毫无柏油的那个烂泥巴路上面，台风过浪泥巴，照样翻山越岭而过。有够厉害，是不是？第一次尝到战争的车子是这么强。他说他要卖我，10万块卖我了啊，10万，而且加一台纸车。我那时候起贪心啊，本来要买，后来是这条街救了我。哎，不行，因为他没有正式的牌，他有正式的农用牌，农用牌只能在规定的农地里头用，开上街上就不行了，就违反法令，我就忍痛不买。我已经给答应人家了，还跟人家呼吁说不好意思，我不能买，是这样的。而且其实他还有第二种犯罪，什么妄语罪，因为他是有什么呢？废铁进口的，废铁进口，论斤进口的，你懂吗？那整个货柜就是废铁进来之后，从海关就开始妄语了嘛，那妄妄妄妄到我们随顺人家妄语，妄语音、妄语言、妄语业，这都是因缘业。然后最后就买了，就是妄语法，哈哈哈，一切都犯，所以也不行，和忍痛就不要了，是这样。你看看这个还不是他帮助我们吗？不然我们起贪心了。那个时候真的管用啊，45度照样嘎上去这样子，那个是这样，哦，真的很管用啊。现在我要对那台车念念不舍，是很丢脸的啊，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爱住山嘛，那种车对我们最管用啊，最管用。这样没有什么车会比那辆车还厉害的。上面都还子弹孔啊！你看那个子弹孔，那一般人不愿意买，为什么？那都死了人的车了嘛，不愿意买，是吧？出家人才能买，是这样。好，这就偷税。好，举完这个，还有啊，在机场里头，帮人家带东西，这都是偷税，是吧？在帮他偷税。好，避免缴纳税金，一切税金都得缴，一切税金都得缴。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还亦不得为他人藏匿税物，这当然就是藏匿税物啦，偷偷带过去。冒度是什么呢？冒度是一切什么样，一切的交通规费都不可以什么呀，都不可以不给。冒度就是一切的交通规费你违背了，比如说乘船不给钱这一类的啊。那么呢，等运用不合法的手段取得他人财物，皆是偷盗了。又今日寺院当中任执事者串通商人，贪污舞弊，侵损三宝财、净财上。这当然不要说寺庙了，是吧？是吧？今天台湾呢，是到处有这种所谓的，我讲哦，嘿，老龙是灌壁炉走的啦，灌壁炉走，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这样嘛，就是拿啤酒去跟人家喝，那个人啊打打回扣啦。一条路本来应该是10万块钱的价值做起来的，是只剩下3万，那他3万做，你会做什么样子的路吗？难怪一下雨就烂，一下雨就坏，大车是一开就陷。就是这样，我讲黑龙灌壁炉呀，就是这样盖起来的。像这些都是公家机关这么样子呢，这种贪污舞弊啊。那寺庙就还这样，那不笑死人？世俗人都不懂因果，我们那懂因果还这样干？我们常常不会做到这么糟糕。现代的人大致上不会做这么糟糕，麻烦就是互用的问题，还有自以为清廉，我半毛钱不偷啊，那么好乱盖一通，这样也是有侵损之意。侵损自己不合法乱盖一通啊，为了省钱呐、啊，为了什么样子啊，乱盖一通也不对啊。以及邮寄印刷品呢，夹附函件，这最可怕。各位啊，我问你，稿件算印刷品还是文字还是信件？啊，来，认为是信件的举手。手写就是手写稿件，认为是印刷品的举手。那其他人都没有意见，都错，没意见的也错，没意见你怎么记呢？是吧？然后呢，印刷品的也错，非印刷品信件也错，原来是这样，所以我都去问了。第一次写没有修改过的印刷品，乃至手写都是印刷品，你只要注明稿件就可以，印刷品。然后改过了，只要有改的文字在上面，不论你写的是什么东西，有改过就算信件，就表示有沟通的意义在里头。就算信件，嗯，啊，我问总局的哦，我是问总局，我打去总局问，我还不问那柜台小姐，有时候还搞错，总局问的，总局有的柜台小姐有的比总局还糊涂，她都随便的就那个了，是这样子的，那我不行，依照法令，我还去弄了一本那个什么邮费的那个这么大一本，
们去查，去查。哦，不，这太容易犯了。还有，还一箱书有没有？然后注明里头是什么跟什么跟什么，这就有问题了。一箱书啊，我注明啊，我这是给慧勋三本什么，我给那个敬才两本什么，这个是不是信呢？是不是有沟通的意义在里头了？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寄包裹无犯，包裹不论你里头是什么，除了不能寄炸弹以外都可以，乃至信一大堆也一样，他就是论重来算的。寄包裹说他说不犯，很奇怪哦。嗯，是的。后来我刚开始是这样寄，后来呢怎么样？我懂了，包裹唯一不能复信。我本来问就问说什么都可以，你知道，我就怪怪的，我也寄了几次了。那 这不是没有，这叫没有道心呢、啊？我不知道啊，昧于这个法令。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怎么办？很简单，你再放个信封，上面再贴一个什么5块钱邮票，然后你写附包裹信，然后粘在包裹上面 ，OK， 一起寄过去了。这样懂吗？就多加5块钱，就解决事情了。反正有的东西你是写在里头啊，没办法。但是这个信也要称重。超过5块钱的重量也得要再加钱，万一你写太多了，对不对？是不是你有可能包裹连同一封很长的信？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那像这些都要再论重。所以我自己在山上呢，也买了一个小秤子来称，我就慢慢称，哎，不要超过，不要超过啊！那样弄，那有时候常常寄大陆的书啊，2公斤以内啊，啊，要在东弄西弄的，这样子。有时候邮局的小姐好意啊，就帮你什么逃漏税也不行，我们完全按照他的法令走，所以这些也要搞懂。这叫世俗地，世俗地是不是离世俗地不可得第一地的？世俗的事情你要搞清楚，是吧？不然就是昧于法令而违规犯道。所以犯道是生活中到处都有的啦。还有问题 ？OK。哪一个两本给哪一个，这样是也是换道吗？啊，很有问题啦，因为这最好是问清楚总局的，可能总局也不能理解他的信的意思是说有在传递意思的就算是信，所以说稿件来了之后你改过还要寄还给他，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传递意思。那既然这样以此类推的话，你传递这里头是几本书是谁的谁的，这里头就有传递意思的 意涵在里头。我寄书没有啊，我就是寄一堆东西给他，我并没有传递任何意思。书印刷好了书，它真实的为印刷品了。OK， 你要了解吗？我是以意求之啦。或许你可以再问一下总局，但是我考虑总局，我猜测总局恐怕还没办法想得那么清楚。我猜测是这样子啦，但是我都避免，尽量避免这样。好，好不好？那至于说你们觉得我这样说法好不好，是不是的？你不妨再去查一下邮政的那有关的说明，或者去问总局。好，我告诉你，我是这样做的就是了。我为了避免就是这条嘛，我就是这条。这是我大学时代就看过了，就和尚大学时代的和尚的书，和尚这本书我大学时代就看了，我不知道看了几遍了就是了。大学时代最早就是大学时代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这条了，我就不愿意这样犯这条，是这样的，很容易犯。我就知道说盗窃维系难守，乘车不购票，当然以前小孩子常常干这种事。以前我住北投，然后呢就坐火车，所以比较快，直接到台北去。那么查票员我们都知道他在哪一站的时候会从哪一站上来查票，我们就他在内站的时候，他从内站上来，我会从内站下去，然后走到内的那节车厢，他就往下走。那走到士林过后呢，他会往再往前走，我就下车，然后再往后走，这样尽量啊嘞，是这样。然后偶尔被抓到，那是很倒霉的，那很少的事情，是这样，要命啊！当时是觉得好玩，不是为了省那些钱，好玩，你懂意思吗？哎，两没丢，两没丢，那是完蛋了，就犯盗窃，是这样，是犯盗窃。还有去公共澡堂洗澡，北投洗澡的话1块钱，台币1块，公共澡堂啊。是这样，男女就隔一道墙而已，就在洗澡，是这样子的。公共澡，我常常坐小孩子，咻，我就从下面溜进去，这样啊，外面的嘛，小小洗，那这两个母鸡啊，暖暖的，我不管他，就继续在那边洗，这样子都犯道，那这不可以的。好，就这一类属于犯盗窃。反正你刚刚说寄附包裹信的话是，你另外再放个信封，上面也贴邮票，哦，然后粘在那个包裹的外头，
是这样子的，这样就 OK 了，将他 一口气一起到嘛。有，当然有人会这么想啊，我的包裹也包裹去邮局寄，我信去邮封邮筒里头摆。可是有时候你是希望他怎么样，接到包裹同时知道你什么意思，是吧？那不得不这样的负责，这样懂意思吗？这样子。还有我问你，收据，收据，我们常常寄发收据，对不对？政局经社也常常寄收据，对不对？那收据怎么办？是什么？对，信件，确定是信件，我问过了，确定是信件。很多人把它当作什么？印刷品寄。我又不沟通意见，沟通意见了，告诉你我收到钱了。啊，明信片无所谓了，明信片是毫无意义的，就是说毫无问题的了。明信片，但是明信片不能，明信片的话能不能再附一张贴东西在上面？明信片理论上说不能扩大它的范围，它明信片有固定的 size， 但是贴在上面是不是可以？好像重量不能超过就可以，好像重量不能超过就可以，是这样子。真的，真的还限制几个字，是吧？你看看，那相册还得再查一下，还得限制几个字，你看看。那将军就是得用文言文，是吧？是啊，这得查一下。哦，还而且可不可以贴一个东西上面，在上面是贴的还是重量如何？像这些都很维系，真的很维系耶，真的啊，真的很维系，好不好？那今天不谈那个，不能再谈了，我们要赶课。因为为什么要赶课？因为你们还有一节，你们还有一个野外露宿的课哈。也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三，那都是我的课，都是我的课没上到，所以这样子弄得人家以为我在偷懒讲闲话，怎么课上的那么慢啊？那不行，我得要赶一下啊。好 ，OK， 就是这样。那金仔一沙咪怎么样啊？道常住的果呢？七枚一沙咪有三个故事：一个沙咪到众生的饼数翻，另一个沙咪到众生的食蜜少分，这三个事情都俱堕地狱。他就这么讲了啦，精彩就这样就过去了。可是呢，我们要引出他的故事来。此经证，此引经作证，以警戒沙咪不得犯道。有三个故事。接触阿含经，其实不止在阿含经，我们等一下引沙弥学术就会知道，不止阿含经啊，不止阿含经。首先是我们盗取常住的七枚的这个故事，是末莲尊者告乐叉那乐叉那比丘道啊，我路中第一个事情是我路中见到大身的众生，一个身形很大的众生。这个众生怎么样呢？有热铁丸呢、啊，从身入出，出入，从身体进来，又从身体出去。那么趁虚空行，他呢，他是趁虚空上飞来飞去，可是边飞边喊苦啊，痛啊，在苦切，那么啼哭嚎呼嚎啊，可是他又在虚空中行，实际上他是什么？空行夜鬼，空行鬼了、啊，他是一种空行夜叉之类的鬼鬼道。他不是地狱里、哦、可能是不是这样子吧、啊、可是受这种果报、啊、那么形状极可怜，又见第二个这热铁丸进进出出，那么又见一个人舌头又长又大，好长好大，可是他不是两舌，也不是妄语，也不是傍身、啊、傍三宝，而是什么？有把那火热的利斧啊，火热就烧红火热斩他的舌头，那么他也是趁虚空行，也是啼哭，这个啼哭呼嚎如前人。那么第三个呢，复见一个人有双轮呢，这是双轮在腋下燃烧旋转，在腋下这大大的轮呢，在腋下转，自然的转，而且火轮呢在烧他的腋下，那么烧了腋下，这是火就冒了全身都是，那么环烧其身，一同前人两人前面说的一样呢，这个豪气空行啊！乐察那比丘听了这话，便去问佛。佛对大众生说：“我亦看见这些众生，可是没有说是因为唯恐愚人不信佛语啊，啊，会什么长夜受苦啊？是故不说。这个不信佛语怎么会长夜受苦？你知道什么吗？那佛不说，不是一样不信吗？”这里的不信佛语是指的不信而起谤而堕落，
他长夜受苦，而不是指不信之后没事。其实不信呢，他还是可能造恶，是不是？也一样可能长夜受苦。佛陀这里讲的长夜受苦，是说，万一我讲了，他们不信又谤佛，说佛的品了，那就糟了，就未加一层谤佛罪。各位啊，很小心哦，戒律不能够随便对白衣说，不只是说要防护白衣的信心，对我们身体的信心，是怕他起谤。今天有很多人随着比丘尼在谤八敬法，白衣在谤八敬法，荒唐啊！一个恶主来跟抓鸡火一样，他也要表现出我是怎么样。很多的男人很喜欢怎么样替女人讲话，表现出那种很有风度的样子。我说那是大淫心，你懂吗？那是大淫欲，那是淫欲的反弹，要获得女人的青睐，你懂吗？这种事情我都干过了。所以我知道，你懂，那时候我就知道，哎，帮着女人骂男人嘛，你懂没有？然后让女人感觉很窝心，是我们感动哎呀，那是大淫心。后来我就收摊了，我不干这种事。所以我知道那是大淫心。所以现在有些居士，居士干他什么事啊？你说比丘尼来骂八敬法嘛？他拿石头扎自己脚，那还跟他有关，是不是？他骂也就还勉强有道理。那居士还在那跟着批八敬法，你懂个啥子啊？是不是？那干你啥事啊？是不是？那就是大淫心作用啊。那么呢？那么我讲这个话是当然难听了，但确实就是如此。那么这个男女就是见面就是原想这种事情，那么是所以说是淫心。那么像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让塞迦人不信？不信的就是谤法长夜受苦，这个长夜受苦是指这个，懂吗？是这样，所以佛陀不说，因为理论上说佛陀该说的呀，因为这是道戒，怎么不说呢？他说怕他们不信，这是谤法啊。所以各位呀，使然后言也，人不厌其言呢。比丘受菩萨戒的比丘，如果在不适当的情形底下说法。不恭敬心，人家不以恭敬心 来求法的时候，你还说法的话，你自己犯轻垢罪呢，犯小罪呢。所以不要啊，抓人就讲佛法。我看过很多这种比丘，懂吗？尤其是戒法，更容易让人家起大慢、大烦恼。我说过，爸爸要妈妈要我们不要这样干呢、啊，小孩子会生烦恼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要小心。所以戒的不随便对外说，其实另外一个理由是害怕白衣谤法的另外这个理由，这样了解了吗 ？OK， 所以说在白衣不谤的时候，应该给他一点道理了解。因此有人就问说：“哎呀，那本那个你们有没有那个戒学浅谈呢、啊？里头都有四叉摩那的刑法的内容在里头，还有白衣可不可以看呢、啊？”白衣可看，有恭敬心的，在读佛学院的，准备要出家的，当然可看。这个我们都亲自问过和尚的，这样懂吗？亲自问过和尚的哦，哦，亲自问过和尚，当然可看。里头没有七篇啊，五篇七句的那个名字啊，五篇七句的名字。好，那么呢，是叫做什么呢？长夜不信佛语，长夜受苦，是故不说。所以干脆就不说了啊，不说其实还是受苦，可是少了一层啊，少了一层谤法的。那么那个呢，热铁丸从身出入的，是众生是过去是在迦舍佛所的做了沙弥，那么呢做手生的什么呢？手生果园，手生的果园，盗取七枚，有七粒果实供养师父。由于那次的犯盗啊，你看看他还不是自己吃呢，哎呀，还盗供养师父，你看看徒不教师之过。可怕可怕可怕，哎呀，所以说有时候以后你们当师父的时候啊，你的沙弥弟子突然间有东西来供养你，你得要问，你怎么有这东西啊？记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一定要问啊。20年之后你才用得上这条啊，好，搞不好20年之后才用上这条。哎，不用不行，你非得给我剃度个男众不可，男众就是靠你们剃度，你们还自作清高
啊，要学弘一大师啊，不行，弘一大主人一个，我们没办法学他呀，懂意思吗？现在要需要生种啊，台湾生种快灭绝了，列入保护动物的那个范围了，要赶快生产报国，懂意思吗？啊，有20年之后发心，20年之后啊，收地址的时候就要问了，能不能你看啊，反正就供养我嘛，你就收，你可以收，可是你为了他，你还是要问。我都要像呛啦，你给怎样？是不是这样？啊，供养师父，由于那次的犯，到时候堕地狱，受无量苦，地狱余报，今得此身呢、啊？地狱的余报得这个身哦。换句话说，他地狱报已经怎么样？受完了，那么继续受此苦啊？这叫做什么呢？那叫做余报。我说过了，有没有？所以地狱是正报，可在正报之前还有一个什么报？花报。哎，这花果余三报啊。好苦啊！真的是刹那造罪，是样堕无间，有没有？是吧？刹那造罪哦，样堕无间啊！那个受那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沙弥，这是热铁丸出入。第二个是什么呢？受铁斧斩蛇的那个众生是什么？异于过去迦摄佛的时候出家为沙弥，那么呢用斧砍10米，10米是冰糖喽。那么公生的时候呢，是吧？哎，没拍脚、哦，单一下啊，就这样子。由于那次犯道之故，死入地狱，地狱苦逼，余罪受。你看看那个炒菜的人，做火头的人，边煮的时候也觉得不好，不错哦。那借着什么呢？借着肠胃道而吃一口，这个都有什么少分的问题？真的是炒菜必须要尝试味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吞进去啊。我们是大部分都是尝试以后漱漱口，就是把那个东西吐出来，然后漱口。那有时候因为那个水啊，就是怎么会不小心呢、啊？你说会吞下去，你有没有道心？对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而且你又不是为了贪吃，你是为了尝味道，那根本无关的啦，是吧？但是不要怎么样，擦擦啊，就用迄个安尼，啊，继续擦啊，我再咖啡，咖啡的，对啊，哎呦，枇杷膏有加味的啦，可是汤可不要加味，懂意思吧？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怎么办？用另外一个，哎，另外一个汤匙，而且那个汤匙怎么样？是放在碗里头喝。等一下，那个用汤匙，等一下吧，等一下再捞一次，那还不是一样？懂意思吗？汤匙放在盘子吃，然后等一下这样，或者不用汤匙，直接用那个，然后捞在什么？捞在小盆子下面一点点哦，吃那个盆子。总而言之，嘴巴对着的东西，那个东西不能再入锅就对了啦，不然怎么样？供佛不清净也是罪哦。你哪用手啊？没晒嘞啦，用手，你那个手是脏的呀。当然你洗过了，勉强好，那手还是不要直接去触，懂意思吗？那手指甲缝里头，可能你没洗干净啊，或怎么样，也是不好。你要知道，人家开刀的人洗手是洗7遍，真的是洗7遍，然后再戴那个什么手套，为什么？还是有细菌的，所以还是不要用手，懂意思吧？还是馒头要用手揉，那就没办法，那没办法。好，有时候捏起馒头来吃看看，那真的是没办法。好，或许你用一个什么夹子去夹最好，不然在地藏经也上也说了，你不清净东西供养还是功德不圆满，还是有罪的，是吧？要不要用手？不要用手，不要用手，而且要戴口罩，戴法罩。我没头发，没头发，你有法穴呀、啊，你有头皮穴呀、啊，是吧？所以要戴法罩，那口罩、袖套，还有胸的那个全副武装。真的，真的。以前在清凉寺的时候，我都要求同学这样，男众女众下厨都要这样，包括行堂的人，我们都要求这样，都要求这样。哎，我们是出家人，那他也要恭敬供养，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你拿的时候，你那个袖子抓一抓，或者是什么东西动一动一下就掉，是不是？还是女众有头发湿，男众有头发皮屑皮，是吧？讲话难免这样，难免讲话或者是怎么样？哎，那个拿一下啊，那个啊，不，就是什么了？加味高汤。所以当然不行的呀，所以就一定要这样罩着，袖套，然后这不弄脏衣服，全副武装啊才好。我没骗各位，这样才是如法的这样做啊，不要嫌麻烦，那一念恭敬心就不得了了啊，不要嫌麻烦。我是最不喜欢麻烦的人了，我得学
啊，那么就是这样子喽。所以这个道这么舔这个东西，再来那个这个第三个是两轮腋下的这个两双的那个那双铁轮的那个双铁轮在鞋下的那个，是从迦叶佛出家的时候呢，在这个僧差他拿那个饼来供僧的时候啊，怎么样偷干了两块饼，假假好吧，那藏在腋下，因为你知道那个袈裟没有口袋的嘛，照夹在腋下。这个那是犯道，死堕地狱，受苦无间，余报受死。哎呀，读者读此啊，或许会怀疑这三个沙弥仅是到了果七枚或者饼两番或者十蜜少分，为何俱堕地狱呢？道物少而受苦聚，为什么？因为他们到的很显然都是什么物？十方的生物，有没有？有没有？到来还没有及思，有没有？有没有？或者是常住，都是十方共守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像那个饼很显然是从库房里拿的，是吧？净土里拿的，对不对？还没拿过来之前是怎么样子啊？是怎么样子啊？是常住。拿的过程当中已经被要求是拿出来了，好不好？还是打板极重，对十方生众皆罪啊，是不是？那就真的是很难突破了。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就受这种大苦啊，所以就是这样集十方生宝。你看此果饼十蜜呢，是什么？是属于常住物，也是十方生宝所共有，就是属于常住物吧。那么若犯到了应于十方众生生宝前结罪啊，十方生宝无量，故其罪极大。是故华句菩萨说，五逆四众我亦能救，道生物啦我不能救，就是这个。寺庙里头帮忙，那讲吧。在白衣的时候，我知道，那就是说，那现在你不晓得那个东西它是不是有经过表白或是怎样，那你现在拿了之后。那个只是生死难消而跟你无关的，你也没道也没什么，人家拿给你的嘛，是吧？那跟道生死无关。那还有那个就是说，在常以前那个，如果说有亲损别家的常住嘛，那现在说因为我们是比丘，那没有说办法说去那边还钱，是否可以就是说在南普陀，就是说观想说把这个钱还给？那个不是说不能，其实比丘尼的道场，他搞不好那是常住物，你最好是当分还到那个常住去，你就叫一个在家人去落个功德箱去啊，顶头写一个你的名，讲较早有道用常住之嫌这样子啊，就这样而已啊。那这个寺庙不是都是那个出家众吗？那个可是问题是有常住物啊，常住是那个道场所守护的啊，你要还到那个道场去啊。虽然体通十方啊，可是局处为当分。在那个道场啊，处所有局啊，对象有通十方没有错啊，处所局于那个地方，这样懂吗？这样懂意思吧？好，比如说，虽然我这个麦克风，这个南普陀的这个麦克风是十方僧人都何来用，可是他局处在南普陀用，十方的人可以来这里用，不能把它拿出去用，这样懂吗？那你在这里犯了，你就在这里还嘛。是这样，体通十方可受用而已。一样，人家供养的是对十方生供养，当初就是那个跟他个人思想无关的，懂吗？懂意思吧？那个都跟这个道界本身无关，哦，只要是一个道场，他当分那些东西就要当分在那，属于常住就要在那里。跟那里的人的思想如何、怎么作风、怎么样都无关，懂吗？是这样的。那些出家人都死光，你也是不能把东西拿出来，除非一群出家人进去重新解戒，再重新结戒，重新做结魔才可以处分。律上就有这么明文，还得要解戒之后重新结戒，因为你不晓得以前戒戒在哪里，这样子，这样懂吗？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后要是有回到。去大陆要怎么样？重新复兴祖师道场，你去了就浪弄一通也不行，干嘛？带四个比丘进去干嘛？结界重新结界，结界之后才开始处分里头的东西，这样才彻底的不犯，这样懂吗？哎，不是这样就干起来了。那请教法师，刚刚有提到说
进海关或者出海关不可以帮人家拿东西，是。那如果同样道友的也不行啊？可以，同样道友可以，同样道友可以，啊、同样道，但是那个道友要可靠的呀，啊，可靠才可以啊，是吧？而且还确定他里头没有那个什么税务哦，嗯、要打税的物品 哦，你要确定哦。可是这样不算毒品会死刑，这样就不算盗税了吗？就。哦哦，限定重量哦，是这样子。飞机场是很人性的，你这一票人哈，说几个人，那总共加起来几公斤以内，那这样就无所谓了，他混在一块算。飞机场都这样，你们搭过飞机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合计的啊，对啊，合计的嘛，所以说他就不管谁是谁的，那这样就不算。他明文就这样摆着嘛，那就无所谓。我们三个人，三个人，一个人要20公斤，那总共不超过60公斤就可以，不管谁的超过没关系。啊，现在知道吧？那听不懂，听得懂吗？啊，这样，因为他明文规定就是这样子，那就这样。啊，所以一个旅行团一口气几个人哈、啊，有人多重，有人少重，没关系。嗯 ，OK， 嗯，好，嗯，哎，我们到大陆去也是这样，他说一直累计累计啊，那看你几张票一直累计，超过就得罚。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是十方生物无量极罪，就这样讲完了。在隋文帝的时候，这个什么呢？这个齐州灵岩寺，齐州灵岩寺哪里的我不晓得。那么呢，是道相的暴毙，那么呢，灵魂至阴府了，见了四字菩萨，引观地狱。你看，这有四字菩萨，四字菩萨不是假的，有的是真的有的。那么引观地狱啊，带他去，有一榜云呢、啊，沙弥道宏为身众作混沌，那么先道是一波。推起波啊，加高杠啊！那么呢，当堕什么铁丸地狱，反阳后以告道宏说有没有这个事？道宏惊起来，下面是疑。那一下道之后，立刻怎么样？花豹立刻现前，是吧？道宏对吧？换口腔，以数年闻道相这么说，乃为众生设什么样？设供赎罪。注意看哦，道相于7日中13度死亡，见菩萨指示大罪报的相貌者30余人，以告诸人即各赔偿，欲榜随灭。哎，还好会灭的。那么怎么样？详如《深净录》当中所说，仰望读者是怎么样啊？知所警戒呀、啊，所以还好啊，可以赎罪的。各位啊，趁的时候还来得及啊，赶快赎罪，懂意思吧？反正那这样就是说，到十方生物虽然他罪很重，业道罪很重，但是可以赔偿，还可以赔偿啊。这个是公馆有守护主的话，就变成说他结重罪就没有办法忏悔。其实是这样子，他这个所谓可以赔偿，应该是赔偿业罪了，业，懂吗？可是十方生物一定不会超过5000啊。是是是，还是可以，还是可以赔。可是那个戒罪已经结下来了，就要求忏悔，观罪性空才能彻底破。轻罪可以忏啊。是是，轻罪可以忏，所以又可忏。那但是呢，你那个道的还是业障还是可以忏的嘛，所以又可忏，这样讲下来还是可以忏的了。对，因为他是轻罪，对，方便罪是吧？他叫独头兰，又讲出来了，他是一种独头的方便罪啊，他是独头的方便罪啊，独头为什么？因为他完成了嘛，所以我们说果罪了。是一种独头的果，是一种果罪。那么已经完成了，偷完成了。可是偷完成了呢？但是他没有正结重，没有正结重，因此还是可忏。就自教来说是可忏。那么就业分来说，以这样子的这个事情来说，他还是怎么样？可赔，懂意思吗？尽量要去赔，是这样子的。那他说不能救，应该是指的说你完全已经。没有忏悔心，也没有什么事情已经成定案的时候，就没办法了，罪报已经现前了，应该是这样讲吧。但是如果有守护主的时候结重罪，那就没有办法忏了。那当然了，那是在自教没办法忏，业罪还是可忏的呀，还是可以还的呀，还是要还的。对啊，那业报还是要还，你还是赶快得还他，是不是？自教当中当然没办法忏，可是没办法忏是小分，当分的声闻叫自教了。好，以菩萨戒的还是可忏，是吧？还是可忏。好，这样子，对不起，今天我晚上课，我还多上一点，那么有事情的去做了，好不好？好，该怎么样去做？对对，那就去，好，我再多上10分钟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课嘛，好，故经云宁就断手，不取非财啊。
宁愿呢、啊，我手去断，我也不要取那个飞财。为什么断手只不过断一生？那取飞财断了命了，拜托，法身慧命都没有了，那真是完了，是吧？那么佛至道界，以道心取五钱以上，即犯根本戒哦，失去了戒体而不通忏悔，死堕地狱当中啊，受无量的苦。何况道昌入物，那么这是罪更重，因为对十方劫嘛。那么如前面三个公案，一道七枚果，一个道梁翻饼，一道什么呢？十密少分，俱堕地狱啊！地狱罪毕啊，余报还要受铁丸火轮啊、利斧砍舌等苦。各位啊，无论他可不可救了，终究业报有了时了，这些你要知道，懂意思吧？懂不懂？懂不懂啊？懂很重要呢，懂这些事情很重要呢，你还有希望。你不要以为不可救就是没希望，这件事情很重要呢。换句话说，他弄完了，他照样来出家，照样会正果。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一定要懂，他业报还是有了时。他所谓的不能救，是说你根本就没有，不要受这么苦的意思。现在是完全不救，到十方生物就是这么苦。可是苦完了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是得解脱的，这样知道吧？哦，所以这个懂很重要，懂才给我们有很大的希望的啊，是这样，不要只是得那个怕的感觉，还要懂得他还有希望这样子。那么因此之故，沙弥戒经里都说啊，宁愿持戒就是斩断，被砍断手了，亦不取那些非义之财。是的，是的，这说这话很有道理。各位啊，我们宁可为守戒而死。不为什么贪，就放逸而生啊，犯戒而生，就是这样子。那么为了不愿意犯戒而被断手了，仅痛苦一时，而善身，而现身，现身善名流布，受人敬仰，生死之后以持戒的功德力故，决定得生善处。这个就记得这件事情。我初出家的时候，常住里头，初出家我就要求常住一个月，诵戒四事。初一十五送比丘尼戒，那么呢，初八二十三送菩萨戒，哇、哦，常住弄得怨声载道，后来他们就扬言抵制，你知道吗？扬言抵制不送。那我那个时候，我用了全线广播，所有人请注意，现在我们今天晚上要送戒，如果不送的话，你们等着瞧，我宁愿呢啊、为这个护持这个戒律哦。我把命舍了，我要跟你们周旋，你们看着办。咔，电话，没有人敢不来。那天没有人敢不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哦，那个某人不能惹，戒律的事情你不要跟他，你不要跟他养一勾，你不要惹他，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时候你还只要，你说你还得要发个脾气哦。那么就好了。那么我是有师父的人的，我也没办法了。我现在我护不了你的面子，我就大吼一阵，是这样。那是当时初出家比较年轻啦、啊，那么比较不圆融啦、啊。现在的我就不会这样了啊。但是有时候人家会说，那叫你太好好先生了。有人要警告我说，你这样是不是太好好先生？我想是这样子的。我会再想一个香前奇美的做法，但当时我真的这样干。还有那个，我上早殿哦，我要求比丘尼哦，不可以来支持我那些男众的沙弥，因为他们将来要做比丘啊、哦。那但是沙弥有时候没弄好，所以你要知道，清凉寺的每一个男众跟女众，他们的每一个起音，每一个炉香站的起音到结音，那个声音、那个秒数以及高低音，都必须精确的控制，是这样要求的。当时就是好多比丘尼就没来唱秋，要来管，你知道？那我不能，我不准他们这样做。那么比丘尼就骂我。有一次，做客的时候，那比丘尼突然间把那个磬水子不弄了，然后。就在那个大殿外门口就骂了，就指着我就说：“我不干了，慢慢你。”我说：“好，你敢就这样，好，你敢，你等着瞧。”我也跟他没完没了。然后结束之后，我又广播，我就说：“现在你们所有的比丘尼给我听着，如果有谁要敢呵斥八敬法了，我也会跟他没完没了。某某人，你给我出来！”我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我当时是这样的，我那个想法是我可以死。
但是如果在这个道场当中，只要我在这个道场，如果有谁敢明目张胆的跟我说女人可以不守八敬法，任何戒律是没道理的，我就跟他拼了。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就跟他拼了，我不要命我也跟他拼了，我就放声是这样子说人话，都没法道理。然后就后面就累积很多的不满，哎，律师来啊，没事、啊，就这样，当时这样硬砍下来，硬砍下来是这样。那么开会的时候，那个啊稍有不清净啊，某一些作风稍微怎么样子，比丘你有话说，有话说就说，我们能不能不能八敬法，比丘也要如何如何如何。开会的时候就这样抓狂了，抓狂了。那么那些几个老比丘嘛，就一两个老比丘，刚开始开会的时候，刚开始没有男众，没有年轻男众，几个老比丘就愣了，全部都愣住了，这样。然后所有那几个比丘就把眼睛看朝向我，我已经在冒烟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已经开始在冒烟了，他们在看我，我那个一想法，你们。好，你们不讲话，我就开始骂。我从远的引经据典开始骂，骂完了我就指他。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守的话，你明天就给我滚！我这样讲。然后那个被我骂的那个女的比丘尼也愣住了。然后旁边有那个什么呢？是吧？有余半挡，若一二三，乃至无数。那些人就是说大德。不要说他若好若恶啊，他就在开始讲这些话了，你知道？我就火起来了。你再说，我就他在桌子那边，你知道？然后那女人就歇斯底里，苏玛又怎么样？苏玛又怎么样？你知道我怎么样？我把那个桌子掀开来，椅子拿起来，你再说一次，所有的人，然后我只听那个老当家。华藏师，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知道我会杀人。我不是讲假的，就三次砍完三次之后没了，没了，他们就再也不敢那个了，就这样。然后最后一次是我在山上砍教界的比丘，干嘛？我在山上大会诸侯，好多的，包括佛光山在内的出家比丘都来。都是年轻比丘，我侃侃而谈关于比丘不应该剃度女人的事情，然后所有带众人后来他们私下跟我讲，那里头的所谓大师级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脸都一阵绿一阵白，以后说要去清凉寺开会再也不去，是这样子。那么呢，那个时候就是我说的这句话，我就说您断手啊，那个我大学时代我就看了这些话，我常常看了我就觉得对啊，这样是对，要勇于承担，要这样看。那么在出出家的时候遇到这种境界，才四个人、十五个人啊，就这样子。那么我那个想法就，我个人可以牺牲，乃至我下地狱，我要告诉大家，戒律的尊严不可稍微有所动摇。至少在我在的时候，当时我的想法就这样。现在还会不会这样？我现在真的不会这样。那说，哎呀，那你这样，你对戒律忠诚度不够，不，忠诚度更够。更够，我已经转化成另外一种心情了。我现在真的不会这样，我不是怕，不是怕事，懂吗？也不是现在是这个老了没有血气方刚，都不是，而是我觉得当然佛法也或许在我那个时代我没办法的时候，我只能这样。可是现在我不会了，现在我不会，所以因此我告诉你是说，当时那种激愤激昂感是一个初出家的人有的啦。那么你们该怎么样？我觉得你们既然踏在我的肩上，应该走得比我更远，看得比我更高，不应该再用这个办法。哦，我觉得不适当用这个办法。好啊，但是对自己应该这样。你可以杀自己，你不可以杀别人，这样子。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我是觉得只好啊，你就是在戒律当中，你表达你的尊严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不要用这种类暴力倾向啊，是这样。我当时是这样子，这种情形呢，是我觉得说，我也只有那样可以依靠，我没有像你们受过这样的熏陶，觉得得不孤必有邻那样。我当时完全是孤独的，我那时候来，我也不知道说我们和尚住在南普陀，我也不知道，就离那么近，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法师有海公，我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只觉得我是一个人孤军奋战，那我不用这种办法，用什么办法？
那我去那里出家，我亲近的阿舍离也不同意的啊，也不同意让我到男女众的出家的地方去啊，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诉苦啊，我甚至是被他赶出来的、啊，我是孤臣孽子，那时候我想法是这样子，我被赶出来，我天涯茫茫无出家之处，那时候想法，那时候我真的是这样，带着老母亲，天涯茫茫无出家之处，就这样，然后塞入到那个地方去，我毫无办法，我只用这个办法，是这样。可是你们不一样，懂吗？都不一样，所以说我刚刚描述那个不是要你们学，应该是说描述出来让我来求忏悔，对你们发漏求忏悔，那是我的不对。那你们应该学的是什么办法？应该学的是内敛，求忏悔，自我忏悔，内敛是这样。可是你们可以学内念心情，坚忍灼灼的心情是可以。可是那是对自己，而不是对别人。我当时弄错了，那个火力向外，应该是向内才对，是这样。不过或许也是因缘如此吧，怎么样我不知道啦，不争一事不长一智嘛，是不是？可是我就是要再次的警告各位，南普陀的训练不是让你们回去干搞革命的，懂吧？不是回去搞革命的，是回去怎么样用温和的态度去感动他人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啊、哦，顺便讲一下。好，接着，是吧？若是破戒取非财啊，现身得恶名流布，受人毁辱，死后堕地狱当中，一日一夜，万死万生，猛火烧身，是羊铜灌口，是火汤炉炭，是剑树刀山呐、啊，酸楚痛苦不可称计，百千万劫脱苦无期，脱出无期，地狱罪必生畜生当中，这就是余报。余报这么要做牛马象，象马牛羊啊，经百千劫以偿他力。我们说过了，一日集几文钱，有没有？是不是、啊、牛一日其实值多少？八文。那马呢？七文，是吧？那么再看你怎么还说。那么生恶鬼当中，什么饥渴苦恼不可惧？刚刚那两个就是恶鬼，是吧？恶鬼啊，不，刚刚那个三个人，三个沙弥，是吧？就是恶鬼啊，恶鬼，畜生做完了做恶鬼，那接下来再做人啊。那么饥渴苦恼不可拒言呢、啊？经百千劫受是苦，罪必为人得二种报：一者贫穷，衣不蔽行，口不充饥，就是什么？现在呢，伊索皮亚啦、非洲那一带的地方，他们就是完全投到那里去，去那里受那种苦，懂吗？去受那种苦，那就是已经是余报的余报了，才这样，是不是？衣不遮行，蔽行。有没有？你们看那个纪录片电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又必行有没有？那个，你看那个肚子大大的有没有？脖子窄窄的，是不是恶鬼像？是不是完全是恶鬼像？有没有？他是当恶鬼当了很久，来到这里还是赶那个身？你看看，人生这恶鬼的末期啊，就赶为那样子。就像当过牛五百世才来做人的时候，牛脾气很重一样道理，习性还没脱，还习性还没脱。懂吧？啊，有的男人娘娘腔，那刚五百次干完女人，才好不容易转身为男人，还有娘娘腔的味道，是这样子的啊，嗲嗲的，讲话也嗲嗲的，是这样的，思想方法也很偏向女人态，是这样，那都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呢，这个就是什么？是衣不蔽行，食不充饥，乃至恶鬼行。那讲到这个食不充口啊，那恶鬼之可怜呢、啊？那么在《阿含经》里有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小鬼啊，有个小鬼呢，老是要到那个厕所边儿要去吃一点那个粪、啊，老是给那个大鬼踢呀、啊、打呀、啊、骂、啊。有一次穆建连也是过去那，都看到了，就问他：“你妈妈在哪？”带他去那妈妈那，妈妈是鬼子母哦，那么就在那个这个大城门下面就窝在那不动。那么他就问他说：“哎呀，你们在这里怎么不去讨食？没办法，我们富人家的没办法。那大力鬼王都守的粪坑，那粪坑是美食之处、啊，那守的粪坑，我们的小鬼没得吃，所以呢，放蒙山就救度这种人呢、啊。然后无遮真言有没有？普供养真言要干嘛？无遮让大家都能来，普供养让大家不倒架、不吵架的这样子，还要解冤结啦，大鬼小鬼不吵架。”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些都是要做这些咒语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他就说了，他说你这么这样子没办法去，那你窝在这多久？我说我记得我上一次吃到一口痰的时候，距离现在呢，这个城门已经坏七遍了。吃一口痰呢，你知道吗？人家那烤扑一样，他好不容易抢来了，这样吃一下，这样子呢是在城门坏七遍了，地球不知道坏几遍，你看看。坏了又来，还要这个城门坏，城整个城坏七遍。哎，
不是坏了就建了，坏掉就整个地球就要毁掉，然后再来成就，再来坏，再来坏，就是这样子。他的儿子自从生下来也是分了半口痰给他吃，做恶鬼是这样干的呀，苦不苦啊？哎呀，所以说现在有人在呵斥说佛教是渡死人不渡活人，我告诉你，就因为他能渡死人他才慈悲了。我告诉你，活人有多苦，不过是苦他三十年好不好，苦他半辈子好不好，苦一辈子好不好，多少天数都算得出天数的。那种恶鬼的苦，那个真正发大悲心的人能够不救吗？所以怎么能够嘲笑说佛教只救只救死人不救活人？应该是这么说，佛教能救活人更能救死人，也因为他能救死人才是大悲无尽，是不是？懂意思吗？所以有人常常笑说佛教是死人的佛教，只是渡那些阴的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你不相信这种鬼你不渡他，你说你于心何忍？如果你想得到，如果你再原因想一下，他就是你母亲，我告诉你，你痛哭流涕，不可恶意啊。怎么能够说佛教不渡不要渡死人，渡活人就好，才是人间佛教呢？荒唐，荒唐！这怎么叫做佛法无边呢？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我是用烦恼心说这话吗？不是，我是恳切的跟各位讲，我不是用烦恼心。你原想一下，我们的母亲如果在那里，七世城墙坏了。他还没有吃到哪一次一块痰，一口痰，你怎么忍得下这样子的刺痛啊？各位了解这意思吗？所以说做恶鬼真是可怜啊，一方面知道我们要警惕，不要自己堕落恶鬼；二方面要对他们要升起无限的悲悯之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给那些世间的相似佛法所迷惑。我们当然要注重现世的人生的度化，当然要现世度众。可是你放的蒙山，你做的初始，它的意义又多大？那不是你刹那想的。各位同学，凡事都从孝心当中出发的，你要懂得孝，你就知道了。那么呢？这样子好，那恶鬼当中饥渴不可拒言，经百千劫，你们要吃饭，我知道。那么呢，这个口不充饥，手不充口啊，我知道你们心里在这样想啊，扎了一句这个啊。那么呢，二者呢，自财常为王城恶贼之所劫夺，不得安乐啊。我们今晚上再，我们下午再说哈、啊，我们下午再说，我们下午再说哈、啊。很抱歉呢、啊，耽误大家时间，不守规矩，哈哈，很抱歉。好，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